报道证据，记住，你给人留下一个好印象。阿姨，看上那谁呀？啊，你看谁呀？你看谁呀？没有，你看谁呀？没有。哎呀，我要你们滚！让我去死！哎呀，你的病并不严重呀，你几乎治疗回痊愈的。你根本就不明白，我为什么要去死？为什么？我女朋友跟我断了，那就更不应该寻短见了呀。三条腿的蛤蟆找不着，两条腿的人有的是，天涯何处无芳草？你再找一个不就是了吗？ 人生道路多漫长，你不要一时糊涂，误了卿卿性命啊！进来。你好，我是来报道的。 你就是那个林小茹吧？哎，对对对。干嘛总捂着脸？没脸见人呢。啊，有点感冒。报道证。哦。你是护校毕业的？嗯，毕业证可不容易拿到呢。 胖子，你站在那儿干嘛呀？要跳赶紧往下跳吧，不到一秒钟你就能摔死，这不实现你的心愿吗？我真的会往下跳的。对呀，没人怀疑你的诚意啊。跳啊！你站在那儿干嘛？我给你数一二三，一、二、三。 我有恐高症，你磨磨唧唧站在那儿干嘛呢？想跳，赶紧往下跳，没人拦着你啊！我不是不该往下跳，我是怕我爸伤心。对呀，还有你奶奶也会伤心的。对，还有我奶奶。胖子，你不是在为自己活着，你还有其他的亲人。 就别跳了，下来吧。我不是不该往下跳。我知道你胆子很大的。喂，你在干什么？危险！哎呦！ 敬畏你，那么高，要跳就跳啊！不跳，快点下来呀！我才不听你的呢！什么意思啊？ 刚才的事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是故意的还了得？行了行了。
刚才的事我们不提了。我问你，临床护理你能不能干？能吧。能就是能，不能就说不能。什么叫能吧？我能。我问你，病室的温度应该是多少？23。湿度呢？湿度不干不湿最好。有什么可笑的？我问你的是百分之几？10%？不，20%，30%够不够？还80%呢。我再问你，用面罩法给病人加氧，一般有多少升？面罩法？什么叫面罩法？行了，我知道你最合适干什么。这南方第五院可是我的地盘，谁离了我也甭想吃得开。我问你，谁让你来的？护工。告诉你，这活已经有人干了。我不是护工。少糊弄我们，不是护工，你是什么？我是护士。护士。里面就别管了啊，那个不合适啊。哎，反正我就是干这个嘛。哎，那个男的，哦，他姓李，叫他小李好了。哦，小李为什么说医院的人离开他就吃不开啊？他呀，他是食堂做饭的，离开他当然都吃不开了。哎，你干嘛成天都戴个口罩？哎，我啊，一闻到药味浑身就难受，很恶心的。啊，那你还干这行？能不能闻呀。你去食堂把病人的饭拿来。哎，你在跟我说话？是呀，鬼护士在和你说话呢。嗯，怎么搞的？光有饭没有菜的。